那你怎么让人女孩打的都成这样了？有没有那个家长室小领导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也放心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严重的影响了学校的校风校纪啊！给我去警务处，还不服？哪个系的？我们跆拳道系的。不是，哪个系的？我你留个微信吧。什么狗屁跆拳道，花拳绣腿。 还不是被我三下两下就打跑了。那可是不服裁判。可是跆拳道队不是咱们学校金字招牌吗？什么金字招牌？他以为自己是金字塔呀！吴焕焕，吴焕焕。
你妈又跑了，今天你务必替她还上，要不然我尼玛！哎，别给我跑了！三个臭丫头，跑得还挺快。你们想干嘛？有你妈事儿！给我把他抓出来。等会儿。嘿。好。打他！告诉你，这里是学校，容不得你们撒野。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胡坏坏，你们没事吧？我啊。怎么了？我脚扭了。哎呀哎呀，太太，你是不是旧伤复发了？对。那怎么办？那不还得赶紧送医务室啊？哦，让他走。哎呀，我走不动了。都这么严重了，你赶紧抱他呀。哦。那你们快点。帅哥，谢谢你刚才救我嘛！啊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孟天初。哦，你就是法学院那个孟天初啊！哎，你什么星座的？你小心点，别掉下来。哦。打你们那几个基础社的女孩，你们都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其中有一个女孩穿的挺个性的，另一个胖胖的，还有一个挺文静的。队长，就是他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站住！打了人还想走？是他们先动的手。我们受了重伤，你们一点事儿没有？是谁打了谁啊？哎呦喂，还好意思说呢！别！我和许教练已经把事情报给校长了，至于怎么处理，咱们走着瞧。金老板，电话。哎，电话。哎，你好。什么？校长，您可不能开除我女儿啊！您就看在我当年给您做过保镖的份上，宽容宽容吧。您千万不能开除她呀，给孩子们个机会吧。校长，黛玉他们伤得可不轻，恐怕参加不了三个月后的比赛了。跆拳道队。那招牌被你们给砸了，校长，我女儿的功夫好啊，哎，打架那就没输过。你要是让她踢这个跆拳道，那更没问题了。你看，给什么精英校队那些，这不是都踢倒了吗？哎，就算你女儿可以，那还差两个人。星子，天初，我来跟你们说一声，我不教了。为什么呀，教练？校长让打伤咱们队员的三个女流氓加入队伍里，星子，你也别带队了，都撤了，给自己留点好名声，让校长带着三个女流氓比赛去吧。教练，教练，我要退出跆拳道队。
哎，坐着一起吃饭吧。 今天，校长请我去了，说你和别人打架。幸好啊，我曾经给校长当过保镖，还救过他的命呢。校长说了，我去给你们当教练，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俩的关系，你就叫我铁教练就行了。 根本就不是我们仙洞的手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就你当教练，你会跆拳道吗你？各种武术那都是相通的，我曾经也是武术冠军呀。松手！你能不能放开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刀枪剑戟那样样精通啊，你。 武术冠军，有什么用？哎，干嘛呀？听说你和人干架了？怎么？你想试试啊？没有。 心疼你，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成天喊打喊杀，腰不酸腿不疼啊。去哪儿？带你一程。哎呦，来谢发现呀！哎，死元璋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扒了你的皮！我就是你们的新教练，以后。 你们就叫我铁教练就可以了，我先谈一谈我的资历啊。我是这个常年习武之人，好。曾经夺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，好。所以你们都放心啊，我肯定。您是哪一年的武术冠军？您跆拳道比赛哪有什么名次呢？我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天初啊，你是男队队长是吧？对。晴子是女队队长是吧？按照常规，你们这个训练之前要跑多少圈啊？我们平时训练的话，男生4000米，女生2000米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教练，按照惯例。 您来之前，队员们已经跑完了。至于迟到的同学，按照规定应该加罚3000才对。院长，哎呀，干嘛呢？这里是道馆。 帮你按呀！给我滚蛋！练出歌。嗯。你今天进步好多啊！那可不，人家以前啊是练芭蕾的，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你说谁乱七八糟呢？啊？说谁谁知道？
天初学长，人家腿好像伤了，怎么办嘛？啊，我看。怎么样，好点没？啊，好多了，谢谢学长。没事，你就先忙你的吧。嗯。哎呀，我说月亮姐姐啊，有本事你再熬个270度呗。你数学很好呀。行了，不还是你心跳的事儿，继续训练。跆拳道教学经验根本不适合当教练。江同学，你不要着急，坐下。你放心，我挑选人呀，绝对不会走眼。这还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我们要把目光啊放长远一点。半个月之内，如果他还不行，我们再换人。可是，今天第一天训练。我对大家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。好，敬礼。教练辛苦。走吧。哎，青初学长，谢谢你今天白天对我的照顾。有一家烧烤店特别好吃，我们一起去呗。青初哥，烧烤多不健康啊。我们去吃西餐好不好呀？不好。要不然咱们就西餐呀，我们俩特别喜欢吃，咱们俩快去吃呗。对，走。那不然咱们就天初哥，不是天初哥，天初哥。哎，天初哥哥，我请你去，走吧。还是我请你吧。哎，没事儿。你欠我一顿饭，你没忘吧？要不一起呀、啊？哎，走，我等你。那我们先去换衣服。这穿辣嗓子。天初学长，你尝尝这个鸡翅，是蜜汁味的呢，甜的。我点的，专门给您点的。一起吃，费事。有本事你别吃啊！我点的。哎，你这么晚回家，家里人不担心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得回家了呢。可是人家害怕一个人走夜路有危险吗？你家不就几步路吗？那一路特别的危险。那不然我送你吧。真的吗？好呀。哎，谢学长。天初学长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我这样的呢，我既可爱又聪明，而且百搭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都行。小心点。
我不希望有人因为我而做出什么改变。我帮你练，保证你一批一个准。短腿儿。哎呀，我说严昭啊，你故意把这脚把举得那么高，是不是想让我裤子脸来看我走光啊？来看看，看这里，你看看这变态，哎呦，谁要看你走光了？你要不要脸你？不练了，爱找谁练找谁练去。婊子怎么那么讨厌？那是讨厌吗？那是相当讨厌。你说我都已经这么温柔了，他怎么还不上钩啊？你别着急嘛，感情这个事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慢慢培养？哎，再慢慢培养，男人都要被别人抢跑了。对付男人嘛，我有经验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得塞你时候，那个学长啊，长得就是江直树那个样子呀、啊。哎哎，呀，怎么走了？等等我呀，听我说完好吗？妈。学生们跆拳道啊，花拳绣腿，顶个屁用！哎，哎呀，三三，我说我疼啊！怎么着？要不要试试啊？哎呦，你这小丫头片子，怎么着？还想和我打架不是不的？来呀、啊，三三，仗你们人多呀，谁怕谁呀？你看呢，这家丑啊，都传到学校里来了呢。你再说一句试试啊！没说你急什么呀，严柱哥，你看他，他凶我，你看见没？啊！都闭嘴！吵什么？我们英才学院跆拳道队不是你家门口杂货铺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胡焕进入我们跆拳道队，那是他将功赎罪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你要是非得退出这个队伍，
那就直接退学，滚蛋。退学？退学费吗？妈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你再不走，信不信我真削你啊！胖子，拦他干嘛呀？揍着老娘们儿啊！哎，要不来，你们别这样。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这么大老远来的，打一架就走呗。嗯，少说两句。都别看了，回去训练。不哭啊！这样的妈，咱全当喂狗了。整理好情绪，继续回来训练。姐，你教我练跆拳道吧，我一定能帮助你拿到冠军。好呀，来，用力，加油，再来，用力。还玩手机，灿灿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天天欺负人家月亮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能来滨海集训，住这么好的环境，那多亏了人月亮家安排啊。天初学长，你在干嘛呀？你总是缠着天初干嘛呀？能不能把心思放在训练上？你喜欢人家天初，我也喜欢他，爸爸支持你，但你能不能矜持一点？喂，爵爷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每年有多少少女失踪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真的，我发誓，发誓。要不然咱们就放他一马吧。行吧，那要不然就放他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下来吧。来来，扶你一把。赶紧走吧。我也被吓死了。那你说我怎么做？站住！你的孟天初怎么办啊？不用跑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天初学长，我知道你跟教练是父女了。不过放心，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你们俩呀，以后别再为难月亮了。哎呦喂，你们俩继续调情啊！哎，天初，我爸爸妈妈送你的东西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谢你。
先生，你想让我不欺负翟月亮也可以，你当我男朋友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跟他抢你了。而且你当了我男朋友之后呢，我可以更加好好的训练，一定会让女队拿到冠军。你笑什么呀？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表白。啊，等一下，你还是先别说了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等比完赛再说吧。我先走了，听说学长。陈医生，这次邀请您过来，我是想说，还有2周我们就要比赛了，我想好好比完这场赛，之后我一定会积极配合治疗。哎，你说你这么拼，真的值得吗？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不会后悔的。好吧，这是你这次的药，你把它收好了。吃了你啊！菜！怎么了？猪猪哥，我手好疼，就踢到我手了。别放屁了！芹菜没踢到你啊？对啊。能不能别装了呀，灿灿，过分了啊！你哪只眼睛看着我踢他了？芹菜，你闭嘴！还有你，你要瞎吗你？哎，灿灿，猪猪哥，我手，猪哥疼。我专业学摁手的，来，我给你揉揉。哎，来，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我怎么了你？我手疼。那我送你去医院。你们好好练啊。我错了。他是骗你的呀。我知道。说几句好话，我又生不起气来了。我最近一直很努力的训练，我做这些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只会胡闹耍小性子的女生。我看到你的改变呢，非常感动。嗯，来。我是大二的鲁晴子，新任女队队长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。我真没用。放心吧，只要好好练，肯定可以的。再说了，小姑娘情绪照顾到位了，生气了？我喜欢的人只有你。你笑什么？我不喜欢你孟天初。难道不是每个女孩都会向往爱情吗？我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男女之爱上，所以
别傻了。苍哥，我发现你变了，变得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。明天见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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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反胃。菜，菜，菜。实在太弱，赢了没什么好得意的。下午继续加油，就不能说点好听的。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谢谢好好，好嘞，都是你的。大家做好吃的，我要吃两份饭。那行，够你的。明天一会儿就去我那吃饭啊。好。大家先别走，别走。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。
我喜欢你。真的吗？那你再说一遍。曹东方，曹操将，曹丞相，你有啥俺有啥。你知道吗？铁教练是金灿的爸爸。知道了，不准这样出去。还有一个月就要四强比赛了，都不准松懈。说什么呢？说着没管着吗？李胜。我笑你看不清楚问题。我喜欢的人只有你。我喜欢的人只有你。金灿，我有件事必须和你说。他来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孟天初不喜欢你，你和他分手吧。大哥，你今天怎么没吃药就出门了呀？他喜欢的是晴子。有病就去治。不是，你真得相信我，他俩走。晴子，晴子，放开我！我不可能喜欢灿灿的。但是你已经答应他了，那天的情况你又不是没看到。如果我要不答应灿灿的话，他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。青子，孟天初，玩我是不是？灿灿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那天我根本就……那灿灿以后就是我女朋友了啊。你，哎，灿灿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孟天初、鲁晴子，我恨你们！金灿，金灿，灿灿，你别冲动，这个流氓，你别管！好好好好，我不过去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有什么用啊？现在都不知道是我甩孟天初，还是孟天初甩我了。那天和孟天初表白之后，晴子姐特别伤心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晴子姐一直喜欢孟天初。不想看他伤心，那你就让我伤心吗？灿灿，听我跟你解释，这事再过来我就呛死了。不是灿灿，灿灿，您善后吧。我滚开！灿灿，上来，灿灿，灿灿，哎，我问你，你刚才是要跳河吗？我不是要跳湖，都怪袁昭那个傻叉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我不是看你为情所伤，所以同情你吗？你笑话我啊？你这人火气怎么总是这么大呀？我不是笑话你，我呀是跟你同病相怜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天初哥哥不喜欢我啊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个鲁晴子的。月亮啊，嗯，哎呦，你这包可真好看，哪儿买的呀？这算什么呀？等你过生日给你买一个。哎
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、啊！哎呀，咱俩不是闺蜜嘛，对不对？你真好。看什么看呀、啊？你喜欢我呀？灿灿，对不起，我……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而且是我甩的你。当然。对不起，很感谢你能回来。你不用谢我，我要是走了，你不得更开心呀？所以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，我还会留在这儿，好好训练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接下来晴子姐，咱俩实战训练一下呗。经理。别玩了啊！起来吧。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快起来啊！青子，青子，青子姐，叫青子，青子，青子，青子。受伤以及长期高强度的运动所导致的肌肉损伤，影响到了神经，所以以后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尽量避免高强度的运动。我就说了吧，不管我的事儿，你们还不信？就是，这晴子的身体怎么这么弱呀？你们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。再这样频繁的晕倒，我可真的瞒不下去了。姐姐是女队的建立者，她生前没有拿到这个冠军，所以这份荣耀我一定要替她拿到。有什么比健康还重要？杨子就是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才选择离开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完成她的梦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女队的队长。好，双手向下统一。我是老队长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当女队队长。
我支持你。支持你。我也支持。同意。花花，快同意啊！谢谢大家队友的支持，我一定会带领跆拳道队走向辉煌。好，可是，如果晴子姐退出的话，咱们队还缺一人。我把台队以前老队员给你叫来。完美，必须的。我是队长，我不会离开的。现在我才是队长。谁批准的？哼，全队选举校长批准的。我去找校长。黛玉，晴子姐，你怎么？晴子姐，黛玉是你的替补，你不是说过吗？最好的水平，最好的组员配备。所以没有你，我们一样能拿冠军。我是不会离开女队的。好了，你们都别吵了，我走就是了。等等，要走也不是他走。灿灿，就让晴子姐留下来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晴子不能离开台队。我是为了她的身体着想，医生不让她剧烈运动。我支持晴子。训练上，我会酌情安排。凭什么？他站都站不稳。我那是旧伤复发才导致的。那比赛的时候就让复发怎么办啊？住嘴！我是教练，我想让晴子回来，就让晴子回来。我反对。我支持教练的决定。我也支持。支持教练。你们有他没我？哎呀，大家都是好队友嘛，不就一个席位吗？晴子姐非要留下，就让晴子姐做替补吧。平时和大家一起训练，比赛的时候再看晴子姐的状态。那也行，我们各退一步。我接受。你变了，我觉得是你变了。我现在是队长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队伍。以前的你，又热心又仗义。可是现在你处处针对晴子姐，她没有对不起你。我针对她，是她和孟天初让我变成了个大笑话。那你应该怪孟天初啊。好了好了，一人少说一句吧哈，都是好姊妹，别吵了。灿灿，我觉得你这次真的出格了。晴子姐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感冒了。那你多注意休息。哎。
又怎么了？我对不起啊。我不跟你们计较。还有到半个月，大家都好好训练。啊。嗯，等等，我才是队长哎。灿灿，你们干嘛了？他自己摔倒的，你别冤枉我。哎，你们快去训练，我没事。晴子姐，你是不是旧伤又复发了？别胡说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哎，混混，晴子姐，快吃药！什么药？吃药啊？没什么。给我看看。晴子的姐姐就是女队的建立者鲁阳子，但是她也有和晴子一样的病。5年前她就死在这个湖里。晴子一直想完成她姐姐的遗愿，带着女队夺冠。肌无力真的这么严重吗？渐冻症的经典症状就是肌无力、肌肉萎缩，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。行了，等晴子姐回来，咱们都别用异样眼光看她。她这个人这么要强，肯定受不了。所以，咱们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错了，我，哎，晴子姐，欢迎回家。谢谢你们包容我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拖大家的后腿。晴子姐，咱们又不是狗，哪里有前腿和后腿啊？你觉得元昭怎么样？我们俩就是好哥们儿啊，干嘛那么问啊？我就是问问你他人怎么样，这么紧张干嘛呀？你妈烂赌前后欠了我20多万，我问你，她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过她了。不知道。嗯，你说你把钱借给一个烂赌鬼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说什么？打呀！不是你打死我呀！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要的是钱，你要是把人打坏了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
你呢？问你话呢。不说话，好好在这儿待着吧，啊。等等，我有钱。灿灿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想起给爸爸打电话了？别问我是谁。你女儿现在在我手上，立刻给我准备20万。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不要报警，要不然等着给她收尸吧。哎，你放了我女儿！你是谁啊？来，爸爸，你快来救我和焕焕！我再也不离家出走了，我再也不理马小明了。马小明？叫谁马小明？这马小明怎么了？马小明怎么了？马小明，哎，啊？马小明是他初恋男友。啊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在哪儿了，在南山。灿灿之前一跟我吵架，他就说去离家出走，就是啊，马小明，就是马小明那次，就在南山的那个水库。走走，咱们赶紧去救他们俩啊！哎，你们别给我添乱了，啊！千万别把他惹毛了。灿灿要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哎，金叔，灿灿，晨光，替你晨光带点红包。大哥，我走了。大哥，可不可以给点水喝？这样水啊？嗯，可以找。来，小明。喝水啊，哦！给你们看啊，喝水还行啊。耶，嗯，小贱样，啊，真甜。嗯，想喝？太过分了！哎呦，小明，你现在挺烈呀。来，哥哥给你喝。哎，走，好，峰哥，待几天就老实了。灿灿，走一个，峰哥。灿灿，你没事吧？
来，我杀了他。小明，你过来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的是钱。如果你要杀人的话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爸爸，爸爸你在哪？你快来，别让他跑了。你现在跑还来得及，你们先走。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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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包这么多吧，就是点皮外伤。哎呀，疼不疼呀？哎，教练。哎呦，灿灿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小心伤口啊！我不是说过不让你们乱来吗？你看看他伤成这样，都是你们弄的。你闭嘴！我担心死你了。是他们救的我。和你没有一点关系，灿灿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灿灿，教练是去筹钱了。你该出现的时候没出现，以后也不用出现了。你给我出去！哎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去还钱。我不想回家了。灿灿，这事儿你不能怪教练。你不用替他说好话，你知道他以前干什么的吗？他给别人当保镖，我和我妈在街上被抢劫了，我看着我妈被歹徒杀了，他在哪？后来他为了补偿我，开了一个饭店，可是有什么用啊？我妈再也回不来了。还有这次，我差点被人杀了，他在哪儿啊？灿灿，教练听说你出了事儿，他就第一时间跑出去借钱。为什么？他都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他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。还有。在歹徒面前，他表现得一点勇气都没有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怕失去你。是这样的吗？为了凑够这20万，他是借了30多家才借到的。我刚才陪他去还钱，所有人都骂他是神经病。他就只能一直陪着小莲，我在旁边看着都心酸。无论如何，这次你也不能怪他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是最孝顺的。什么时候这么爱哭了啊？有什么用？你该出现的时候没出现，以后也不用出现了。
饭菜都凉了，我再给你热热。欢欢，你真厉害，我还以为我们就……那可是我欢欢呀，是深藏不露。李逵，来，先把药吃了。哎呦！还有什么？哎呦！哎，你们饿不饿？饿呀！饿死了。我先接一下教练跟袁昭，顺便给你们买炸鸡。好，多买点啊，我很饿。欢欢，欢欢，欢欢，大姐，你来这干什么呀？欢欢，咱们家出事了，咱们房子没了。别说话，因为你，我和欢欢被绑架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绑架？我懒得跟你解释，你给我赶紧滚。欢欢，你给我过来。欢欢，欢欢，咱们家出大事了。昨天晚上我妈晕了头了，把那房子给抵押出去了。我本来是可以赢定的了，可是我全都输了。我现在没地方住了，只好来找你，亲闺女。你别叫我，你不是我妈妈，你对我负过责任吗？你把我当成女儿了吗？你这孩子，我知道，他看不中你，我打你。还敢打人啊你！你这丫头片子，想打我不成？我，你怎么还打人？别打了，还是别打了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他来闹事儿的。花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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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难过，他做什么事情都赖不着你头上。你放心，有我们在，谁都别想欺负你。花花，搞定。是的，我们都在。下一个。短头发女孩，她叫杨东，她是晴子姐的手下败将，但是她特别厉害，你今天得小心了。今天短头发，嗯，真以为自己能赢啊？灿灿，你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。加油！谢谢。
站起来！欢欢，欢欢，欢欢！欢欢，
钱。晴子，姐不要你拿冠军，你听明白了？姐，我很想你陪陪我好不好？你要好好活着，尽兴的活。你要快快乐乐的，为自己而活。姐，姐，你陪陪我。姐，姐，姐。醒了，晴子姐，你醒了。我们输了吗？都怪我。晴子姐。哟，你们来了。不就一个冠军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以后呀，我们拿冠军能手软，不就这一个啊？可不吗？我就觉得亚军挺好的，会让我们更有动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反正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嘛。晴子，什么冠军呢、第几啊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养好自己的身体那是第一的，我们都等着你早点归队呢。晴子姐，你有一个大大的梦想，在你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混进了我们这群妖魔鬼怪。你虽然嫌弃我们，但却没有赶我们走，而是带着我们一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。你让我们见识到了你的梦想有多美。笑什么呀，我好不容易这么认真的说一次心里话。谢谢你青菜，谢谢你们所有人，谢谢你们成为了我并肩作战的朋友。晴姐，来，加油！来来来来，同学们，路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有一种路叫做你妈觉得你冷，有一种路叫做套路，只要你是帅哥，你就可以加入我们跆拳道馆。你想撩汉吗？想成为体育的宝宝？加入我们，加入我们吧！来来来，快帮我一起找帅哥！手顶上手顶的是手顶的啊！怎么？哎呀，你很抢手吧？来来来来。